国际乒联巡回赛瑞典站公开赛公布了国乒报名名单。中国男乒派出了超豪华阵容，马龙、樊振东、许昕领衔全部主力出战。瑞典站公开赛将于10月29日到11月4日开战。中国男乒派出了17人组成最豪华阵容参战。他们是马龙、许昕、樊振东、林高远、王楚钦、于子阳、梁靖昆、刘冰硕、周雨、薛飞、周启豪、周凯、郑培峰、牛冠凯、徐海东、徐林斌、向鹏。本次瑞典公开赛，马龙、樊振东、许昕等三大绝对主力集体出战，包括林高远、王楚钦、于子阳在内，总计有6位世界冠军。梁靖昆则刚刚加冕全国锦标赛男单冠军，周雨和周启豪都是全锦赛男单四强，牛冠凯、徐海东、徐林斌、向鹏等四人则是国乒新生代的00后小将，加上00后世界冠军王楚钦，国乒教练组一口气派出了5位00后新星参赛，这次非常有魄力。在此前参加的两站公开赛中，马龙连续输给了张本智和以及皮切福德，因为在正赛首轮就输皮切福德，马龙也是遭遇禁赛退出了捷克公开赛。许昕则连夺澳大利亚公开赛和保加利亚公开赛冠军，樊振东上次出战公开赛已经是中国公开赛，当时他不敌马龙屈居亚军。在国际公开赛中，马龙和樊振东都遇到了困难，需要重新证明自己。许昕能否延续前两站公开赛的夺冠状态，而林高远、梁靖昆等经历过亚运会和全锦赛锻炼的年轻人能否在公开赛取得突破。